下一个景点呢是我们的 Glen， 下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景点就是 Glenorchy， 下一个景点就是 Glen， 下一个景点就是 Glenorchy， 下一个景点就是 Glenorchy， 它是 Lake Wakatipu 的上游，但是上游看到全部都是土色的沙石，我觉得很丑也很无聊。但那边，但 Glenorchy 那边有很多小动物，旁边也有几间咖啡厅。但那边有很多可爱小动物，还有，但那边有很多可爱小动物，旁边还有几间咖啡店可以吃简餐。但风景有点像是配角而已，就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壮观。但风景的部分就有点像是配角而已，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壮观，所以我给它3颗星。